他想了很久还不懂的，还是中学生、高中生，那根本新加坡总理都不懂。现在我在那问我们的会长是谁，他也不懂。现在你现在认识了我们的会长，头发光光的，哦 ，OK。那么以后呢，我们的成功是，我们的成功是大家的支持，所以以后希望大家把我们皇室的子孙们，跟他们介绍我们这会。啊，这存在跟我们在继续的努力为他们服务，所以你们大家要支持我们的会，使让他更这个什么成功啊，使我们皇家的子孙们还有世世代代的存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讲的大家都听了，但不大懂。讲几句海南话，恭喜发财 ，OK， 不该。恭喜两位，他会唱，听的都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讲伊话晒，要我建议都要建建行，好第一个就会爱，即当伊个就会有孩子 ，OK， 你继续现在我的工位，对这工位的放任，对这对这对这。